吃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畏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哼，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 玉叶琼浆养老院。 好， 欢怀畅饮，好酒配好气，看哥哥给你弄个好的。 但得九中去，勿为行者传。唉，天上宫阙，回不去喽。
好得很，好得很。他还记得你的味道。那猴活着的时候，只知四处求人，哭哭啼啼；死了还祸及子孙，引得你们一个个送上门来。我这大包都快装不下了。 康金龙，你法性已通，出来帮为师试试他的成色。哼，看看这只猴子是否够格做我的弟子。
此番轮回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这地界儿，随便问问是会死。